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木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新疆和田特别有名的这个千里葡萄长廊。这个里面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具有民族风俗的一个民宿。现在呢，我们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我们的这个民宿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墙上的这些画呢，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。在我们当地呢，这样子的民宿越来越多了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农民群众的手艺越来越高了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，老百姓的幸福感、获得感油然而生。